祝贺 Inmarsat 成立40周年。非常这个巧合的是，今年也是 MCN， 也就是现在的 CTTIC 成立40周年，也是我们双方合作40周年，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。应该说，过去的40年，Inmarsat 与 CTTIC， 也就是过去的 MCN， 精诚团结，合作共赢，在中国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和非常令人骄傲的成效。那么，面对这个新的40年这个交会期，我相信我们双方进一步的加强合作，面向未来，为 Inmarsat 在中国和 CTTIC 的发展，我们会有一个更辉煌的、更好的一个未来。谢谢。